咱们这一次9月9号的开学季展场，主打的就是一个为学生党服务，100块钱就可以在我直播间消费很多很多的东西了。这个我要重点跟你们说一下，就是很少有人戴，但是我们试完之后每个人都超级爱。它是一个特别适合就是军训的妹子，你们军训晒完之后，你看它的质地，哇，凝露一样。对，就是你军训完之后脸上面就整个很热很晒嘛，一定要用一下它，而且是不到100块钱一个，两个还再给一个，这个是试用，给你们试用一下。还有一个小刷子，美白身体乳这次更炸，就是我一直在用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今天是不到100块钱，一瓶、两瓶，再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这么多。然后口红选的是 InQU， 价格是两支不到80块钱。第一次送杯子，玻璃杯哦，玻璃杯，宝贝们 ，InQU 什么时候送过杯子呀？防晒我们选来选去，还是最终选择了大牌，信赖性更强一点，是小金管，但是价格帮你们真的压到是我心中非常非常低的。小金管防晒的价格你们也知道的，这次我们是200多，然后一二。还有送这个还有两片的欧莱雅面膜。对于欧莱雅的小金管防晒来说，这一套我真的已经觉得非常值了。可复美的胶原棒你们之前一直想要的，然后这次帮你们谈的，就是它有好几个档嘛，我们选择了一个价格稍微低一点的档，就考虑到更多的学生档。然后这次是三盒，会给一大瓶的湿肤水，一整盒的面膜。然后美白水乳这次依旧是很炸的一个机制，然后是一个联名的礼盒，买一送一的机制，然后面膜也有了，洗面奶也有了，早八必备的隔离，而且它是有防晒值的，不到100是两个，然后还有4个小样。